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系二零二二年五月廿九号星期日啦。嗱，今日咧有一则突发嘅消息。嗱，咁啊喺呢个順利嘅公安誒叫做咧宿舍啊，咁咧就發生咗一件咧好離奇嘅案件。嗱，咁啊喺嗰度嘅公安咧，咁其中一個公安咧就昏迷，咁啊送院之後不治。嗱，咁啊暫時咧死因咧係。 不確定嘅。嗱，今日講係今朝早嘅八點十九分，呢個公安啊接報啊接到呢個報案啦就發現一個男人啊係倒卧喺秀茂坪呢個順利嘅公安部隊宿舍一個單位入邊。救護員到場之後，將呢個男人送去醫院搶救，但係呢，最終啊證實不治。據悉，死者係一個咧五十五歲姓麥嘅男公安。 生前駐守喺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執客及管制組，咁啊死因有待呢個叫做驗屍結果。嗱，咁啊就咁睇咧吓，咁啊冇任何嘅鹹頭，即係咧冇柴，五十五歲冇柴，咁啊意味住啲乜嘢咧？意味住都係一個普通嘅散仔，係老俗稱叫老散啊！啊，好啦，咁啊呢個公安咧，今次咧已經係順利警察宿舍近期啊。 係另外一宗咧，就發生呢個公安咧就死亡案件。對上喺上年啊，呢個二零二一年嘅十月份、十月尾，亦都係一個咧係住喺順利呢個叫做公安部隊宿舍嘅一個公安，誒亦都係突然間暈咗。嗱咁啊，其實咧咁短時間內啊，就有兩個公安都係喺順利警察宿舍裡面咧出事。 咁啊，而且咧，嗰個係一個五十二歲嘅交通警員，亦都好似冇柴。嗱，我哋咧要研究一下呢個地方究竟係風水出現咗問題啊，定係公安出現問題？嗱，有幾個問題出現嘅，係咪？嗱，咁好啦，咁啊，我哋咧網友啊，就向我就報告咗一個嗰啲叫做誒一個 page。嗱，咁我見到啦，見到呢個 page 咧就係反對一啲警方啊，吓，即係向啲公安啊濫用暴力。

咁啊，毛澤東死鳩咗啊！我哋見到香港咧有啲報紙咧嚇就話啦，混世魔王拉柴，一代大一代魔頭毛澤東啊，叫做咧歸西啊！咁啊，套紅好開心。咁啊，亦都見到咧，誒呢個新聞報導啊，當時嘅新聞報導嗰個叫做劉家傑，哎呀，呢個我哋敬愛嘅毛主席逝世啦咁樣嚇，咁啊俾人屌到撲街。好啦，順利經常都發生一啲咧叫做咧警察咧。 即係公安喺啲公安嘅部隊嘅人員咧喺嗰度無端端死咗，嗱咁啊網友啊向我哋咧誒見到啦，呢個係咪叫皇天擊殺咧吓，咁啊我我哋都唔敢肯定，因為始終咧擊殺就咪擊殺一個㗎，一座座咁擊㗎係咪？你幾時有見雷劈劈一個人咧？係咪成座劈殺就叫擊殺啫？呢、這個絕對唔係，呢、這個只係個別事件。嗱好啦，咁啊我哋咧見到啊。 好多網友留言咧嚇，其實係充分反映民意。我哋咧離開咗香港太耐啦，我哋咧開始唔接地氣啊，所以咧我哋要朗讀一下啲民意嚇。咁啊，為首嘅當然係我自己通利菜啦嚇。今日我哋見到通利菜咧，即時就寫咗個 post 寫住祝早日康復。Like、哎呀，得到二十四个 like 啊！好啦，咁下低咧亦都有唔同嘅網友啊。當然我個名我都唔唔唔唔係咁方便讀啦嚇，唔好費事咧俾人哋搞你哋啊！

因為呢個係充分反映咗我哋香港而家現任啊，呢個特首嚇，呢個公公李公公啊。啊，不過呢，李公公都唔係咁啱啊。原來佢呢，十三歲就搞大人哋嘅肚噶啦，呢個絕對呢，公公係未必有咁嘅能力嘅。除非後天呢。即係話呢，李家超只能夠可能係後天嘅公公。佢之前唔係公公嚟嘅，之前呢，係未成年少女殺手、啊 好啦，今啊，李家超咧就係十三歲搞大佢老婆個肚啦，咁其實咧都叫做即係點講啊？喺古代嚟講就冇乜事嘅，即係現代嚟講啊違反咗少少嘅呢個叫做咧法律咁解嘅啫啊！不過法律呢味嘢咧，基本上咧就好似咧同上帝一樣嘅，你覺得佢有就有，你覺得佢冇就冇噶，尤其是啲狗官係嘛？咁啊下低咧我哋繼續朗讀一啲叫做咧。 誒網友嘅留言咁啊，其實咧，我哋最緊要咧，我哋一離開咗香港太耐，我哋希望貼近香港嘅民情啊！嗱，好啦，咁啊下低咧就話啦，今天天氣很好，嗱，我唔明佢咩意思。我哋喺倫敦嚟講天氣都唔錯，英國咧係天氣經常都唔好嘅，其實啊，所以咧一好天咧大家就珍惜啦，出去晒太陽啊。咁但係香港咧通常天氣都唔好嘅，因為太熱啦，知唔知啊？所以咧，我覺得佢咧唔係好貼近現實。嗱唔緊要，我繼繼續朗讀其他嘅網友嚇。 一个好寂寞，揾多啲伙計陪先至有盤。嗱，呢個呢，我覺得佢講得冇錯嘅嚇，因為呢，咩叫齊齊整整、平平安安呢？當所有嘅警察落晒去嘅時候，喺陰曹地府同大家呢左鄰右里有個照應呢，咁咪好咯，咁咪唔會咁寂寞咯，係咪？好啦，咁啊下低咧有網友問係咪休班。嗱。

咁啊，另外咧，啊下低嘅網叫説不得啊，説不得咧，布袋和尚説不得係咪？呢、這個我都唔係好明白的意思啊。哇，下低呢個十分之好啊，衷心咁咧，我覺得佢咧係誒比較善良嘅，就係手術成功啊。嗱，咁啊再下低咧就比較反映實情嘅，多行不義永不超生，沒有無故緣無故的死啊，呢個都係喎嗱，呢個有好有充滿住哲學啊，點會無端端死嘅？有原因嘅嘛，點解要死咧？係咪抵死啊？ 好啦，咁啊拉得嘅拉，死得嘅死，呢啲事情要直到永遠。阿滿嗱，呢、這個講得唔錯嘅，呢、這個係現實嚟嘅。好啦，要身體好啊，唔好咁快死啊咁樣。嗱，祝全家早日團聚。啊，團聚唔團聚咧就未必係佢決定嘅，係咪？好多時候都係上帝決定嘅。李特首就身體好啊，咁啊呢個呢、這個呢、這個留言啊，我覺得係都都切合呢個實情啦。係咪李家超？ 首先咧，你唔喺現場出現咧，你就唔會有危險啦，係咪？邊個叫你喺公安宿舍入邊咧？係嘛？好啦，咁啊下低咧就係、是、啊，就係、是、話私煙揾替身喎，下低留言啊，咁啊私煙咧揾個男嘅公安做替身，揾女公安啊嘛，應該係嘛？好啦，下低就係有債主啊，冤有頭債有主係嘛？寫錯了，漏咗好多字喎。好啦，神的旨意嗱，呢、這個我唔認同嘅神呢樣嘢咧，其實咧都係。

好啦，咁啊祝死者早日康復啊！依個咧我都係我哋嘅衷心願望嚟嘅。來生再做中國農民種韭菜啊！死咗都係康復啊，當然係啦。三萬 fans 依個都不能少，有請小鳳姐嚇！記得交翻宿舍出嚟。死咗其實都未必會交翻，因為佢屋企人好似可以繼續住嘅。好啦，疫苗呢個可能係最大機會咧，係打科興出咗事喎，係嘛？

不能説定咪咪嗱好啦咁啊，佢話搞錯啊！日日都有香港公安呢啲新聞啊，超市冇香檳啊咁樣，咁啊嚟緊呢，可能真係會禁香檳。越嚟越多突然嘅呢個死亡，呢、這個我都覺得係嗱。首先呢，佢哋揸車嘅呢，其實點解咁多交通警無端端死呢？又係五廿幾歲嗱，真係要可能要赤多啲喎嚇，定係？ 關打針事呢？喂，你哋係咪真係打針無端打死咗呢？嗱，呢個問題我哋都覺得好嚴峻嘅，係嘛？無情情冇理由會死嘅，希望就唔係問題啦，疫苗啦，因為好多人打咗針噶嘛，係咪？咁好啦，咁啊下低留言呢，都係多行不義必自毙啊，早日康復啊，打完安打完三針安心離世啊！呢、這個講得幾好，呢、這個要勵先得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報字寫錯咗嗱，咁啊～

公安嚇，公安同志，好啦，死因冇可疑，絕對啦，好生意嗱，好生意，好多人講嘅嚇，祝佢哋咧一家團聚。咁啊，我哋都希望係一家團聚啦，係咪？畢竟咧，屋企人咧最緊要有個照應啊嘛，係咪？誒，一一個人落去就好悶嘅，同埋咧就可能會俾其他人欺負，因為你哋咧喺呢個叫做養家都欺負好多人嘅嘛，係咪？唔知啦，你可能可能呢個冇份欺負人啦，我唔知啦嚇。咁啊，祝佢早日康復啊！ 嗱，依個嘅留言，我都講得幾好。美國佬搞事，點解無端端有咁多呢啲警察咧，即係休班嘅公安咧嚇，揸車嗰啲無端出事咧，係咪真係美國佬搞事咧？嗱，呢個我哋咧覺得政府或者國安公署咧應該循呢個方向去查一查嚇。好啦，咁啊太多開心嘅呢啲呢啲説話啦，我哋都唔多講啦嚇。咁啊，希望咧陸陸續續有來嚇，唔好俾佢停啊。咁啊誒，生意好嚇，精神好，身體好嚇。 Bye-bye.